哇哦 ，Jackson 获胜。所以 Jackson， 你可以来决定是先出征还是后出征。女士优先，女士优先，所以是嘎姐，嘎姐，嘎姐，姐姐先。姐都说了，地都同上。对，但其实真的同样的感觉是，就不用觉得自己要什么评分或者打分，我完全投入在表演里边。然后，可能我个人爱好，就是比较喜欢。中间那20号，对，那声音我非常喜欢，然后非常好，哇哦，非常好，非常的玄妙，对，好了，谢谢 you 好不好听啊？好了，再次要谢谢两位的演唱。我们要回到我们的10万元的热爱基金，呜呼！欢迎，以及我们的邓总一起来，有请。恭喜，我们又产生了一个年度总冠军。此时此刻，他一定是 I feel so good。来，我们让他先来颁发属于他的我们的奖杯。冠军的10万元热爱基金，哇哦！哎，喂 ，Jackson， 哎嘿嘿 ，It's not yours， 嘿嘿嘿，好了，耶！来，我们一起拍一张属于冠军的 champion photo， 一起了 ，OK， 好来，我们一起啊，还是百事可乐热爱全开，3、2、1，百事可乐，热爱全开，呜！耶、yeah, ！再次祝福我们的总冠军，也要谢谢我们的24强和全部参与到我们今年百事最强音的所有选手们，再次谢谢，谢谢各位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同样谢谢到场的10位媒体评委，以及我们今天的3位评委老师，感谢百事，感谢腾讯视频对2019百事校园最强音总决赛的支持，感谢广州吉恩教育美妆学院 UNHC 广州专业明星造型连锁品牌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，造型支持。还是那句话，百事可乐热爱全开，明年见！哇吼！呜！再次谢谢，谢谢所有现场和屏幕前热爱音乐的年轻人们，谢谢大家！来，我们再拍一张全家福吧，代表着2019百事校园最强音。耶、yeah ！来，准备好，3、2、1。OK， 我们还有媒体，哎，我们还有嘉宾朋友要 Q 上舞台的吗？好 ，OK， 再次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叶总，谢谢我们的邓总，谢谢 Jackson， 谢谢邓紫棋，最重要的是谢谢24强今天晚上精彩的表现，谢谢各位，谢谢，也要祝贺我们的严童宇2019总冠军哦，热爱不灭，音乐追求不灭，谢谢，谢谢各位。再次谢谢百事可乐，谢谢。